今日咱来拍一拍新加坡的潮州四大厝。到潮州话甲福建话来卖啊，厝个意思就是房屋，还是那来？那大厝呢，就是大房屋。祖好像有一句成语呐，高门大屋。当中都留一句人晓讲啊，大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官差。不过到咱这片来卖呢，大厝啊意思就是豪宅。遐新加坡的四大厝呢，就是指新加坡著名的四个潮州乡镇间的四栋豪宅。伊人分别是：东升堡的主宅、黄阿福的大富宅、邓旭尼的资政宅、甲谢友正的大厝。这四位主人呢，拢是新加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潮侨四大部。所以啊，四大厝拢可以以豪华来形容。四大厝拢是以潮汕建筑的风格入境的。潮汕民居建筑是潮汕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现在潮汕农村拢保留着汤松四家祖祖如歌的传统，以宗祠为中心，次要的建筑呢围绕着宗祠来展开，然后其他响亮的建筑呢形成了外部封闭之内部敞开的建筑群体。潮汕民居的主要特色是通传统的建筑文化，甲潮汕特有的传统工艺美术，比如那金漆、木雕、石雕等工艺，甲书法啊、绘画啊等等融为一体。无论到建筑结构，还是那装饰工艺等方面，拢可以甲黄金相媲美。自古自那惊化帝王府，潮汕百姓家的闹法。遐座呢潮州的房屋有较大个名气呢？就来摆啊，有一个传说。相传到古时候，潮汕地区的主体啊，十分简陋，有用茅草砌的啦，有用树叶围的啦，还有用遐长头角垒的啦。如果我们那吹台风啊，落暴雨啊，遐厝就哩哩隆隆倒落来。后来呢，就一户姓邓的人家生了一个子女仔，因为遐来学巧，遐当时这个子女仔呢，就上山放牛。风吹雨压，日头晒，伊就生后呢乌乌啊，影样死。后来人呢就叫伊做乌子鸟，有一只只乌子鸟放牛回来，看到遐村口呢人山人海，哇，老一死，唔知是发生了咩事，就问伊边一个老伯，啊，老伯就该拿那哦，朝廷啊派了一位国师来这个找一位头大红光、身骑麒麟、手脚灵活的鸟鸟。遐乌子鸟就感觉那好好奇，就趁只乌白来只树下个，行去头明仔个，佮同伊留只。无想到有人啊，做事为到内摆三英外摆三英，做你钱拢赚得入，伊就灵机一动，跳到只乌只身顶去抬。遐国师就看着伊，哇，立即就高兴啊，就打快计鸟鸟红个。原来啊，只国师看着只乌子鸟坐到屋顶摆个。就那一骑个是麒麟，同着伊手内举着乌兵，就那个灯符，同着伊头顶迄顶插满野花个帽，就那个红光，哇！各位士兵就咩咩起个顶麦个跪落来接个，像遐只来啊，惊靠只乌子鸟到乌身顶个拨落来，啊！大来也奇怪，当着兵时，同只乌子鸟呼起来的时候，只个本来又粗鲁又野个乌子鸟。竟逐渐变成了一位皮肤如白洁、美如天仙的窈窕美女。国师就命那各位士兵通伊到至到京都来买个去。皇帝听了非常高兴，就通乌子鸟立为了皇后。遐只当皇后入皇宫之后啊，非常怀念伊的家乡。后来伊阿弟，也就是国姑当北魁上京任职，有成绩。哇，满天拢爱乌风，哇，又闪电嘛，又拍雷，未刷走就大雨落，到那落唔停。皇帝讨巧回到五子坊的时候，看到啊东北溪歹戳戳，那都唔都叹气，就问伊呾啊，遇到有咩唔顺心的事？东北溪啊，就乘机就甲皇帝呾，呾啊，梅生因为思念家乡，甲白老亲友，伊人起啊台厝啊。拢是泥屋草舍哈，哎呀，真落雨落好少，大风吹到少大，哇！我非常担心我家乡啊，唔知有只做房屋又啊倒倒掉，又热人又无处好徛留啊。
那皇帝听好啊，就动了伊啊爱亮之心，自手举着这金碧辉煌的黄金船啊，那皇帝后天之后，我是老辈王英娘，还爱卿的故乡呢，好按照这黄金来起厝，如何？东北魁一听，慢慢跪落来，叩头谢恩，并且恳求那皇帝传下一道圣旨，双目雕酒的年工下将入京来学习监督工具。这次以后啊，潮州地区自皇帝这宫廷的样式，建造了六山后300两四点金五改过四百拖车八角桥红等等主体，见爱影又爱戴。所以啊，有了一句潮汕俗语：潮州厝黄金气。遐咱新加坡个四大厝，又是财神爷个名歌。伊人个主人又是财神爷个潮州人呢。第一间东城堡个主体，就是四大厝内摆啊，第一间建好个，当然是第一间去拆掉个。伊建于1869年，位于当时个西街 Hill Street 58号，也就是现今个 Loyal Street。东城堡1920年出生于怡宝。祖家是海洋县，也就是现今的潮州潮安区。伊个两家姐啊，生后嫁给了当时新加坡非常著名个潮州巧娘甲富商谢友成做老婆。东城堡教会的时候呢，就对伊两家姐移民来到了新加坡，到新加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听到东城堡食大之后啊，哦，仪表堂堂，聪明能干，又非常那会跟人交流。所以啊，伊个姐夫谢友成呢，就邀请东城堡来伊个公司个小夫。无着故事后呢，这个有彩的东城堡就变成了姐夫的得力助手。到1864年的时候，谢友成就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各种实验呢，拢交给伊个大囝、二囝加东城堡来管理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东城堡就慢慢的积累了不少的资产的经验。那无着故事后呢，就崛起成为了新加坡潮州者著名的富商，也进入了当时新加坡潮侨的四大富之一。东城堡的厝啊，相当的华丽，而且当时是聘请了潮州的建筑师和工匠，按照传统的潮汕民歌来起啊。后来，东家搬走，也新业主到1895年到1900年呢，通知个厝租给了中国清朝政府，成为了驻新加坡总领事张伯斯的领事馆。但是到1904年的时候呢，东城堡的这栋豪宅啊，就给拆掉去了。第二间黄阿福的大厝，位于东城堡大厝的斜对面，也是当时的西街 Hill Street 49号，也是现今的47号。伊这间厝啊，是建于1878年，客人叫做大富队。黄阿福出生于1828年的马六甲，因为阿爸经营海上澎运，所以黄家就家留好在这种。经常碰见伊爸来西亚甲新加坡落地，后来伊阿爸就病死过身后，遐黄阿福呢就家己移民到新加坡，到只新加坡嘅旺顺街，也就是现今嘅德洛阿耶 street 嘅一间布店，无来买个做学徒。靠着伊嘅聪明甲勤劳，后面就去头家提升咗经历。哎呀，头家脱休之后呢，黄阿福就自立门户，开设了家己的公司来经营金密制成品和胡椒做生意。无着故事后，黄家的业绩和地位就慢慢的升官，成为了新加坡潮侨四大富之一。1912年，新加坡东华总商会通知该大富队卖落来，而大富队就变成了东华总商会的会所。但是到60年代的时候，东华总商会呢，正经定江王屋的大富队啊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去拆掉去，客姓的大厦退去了。第三间是上有名的大厝，也是就是一间现在较退伍的大厝，就是东旭里的资政队，在这乌节路啊附近一个平林路，1885年建成，是新加坡潮州富商东旭里的故居。到1974年的时候，去国家列为古迹。主人邓玉妮的原名叫做邓玉妮，生于1827年，甲邓成堡朋友
出生于海洋馆。伊细点时啊，学来非常巧，啊，伊阿爸呢又好杂做过生啊。当兄弟细细的时候，就都没有。这农村内边个大人老囝，家家拢睇唔上阿当兄弟，阿家起阿分名叫做神友。老囝哩欺负伊，大人哩避开伊，还是对伊后摆个大伊无话。后来为了生活，到一八四四年的时候，十七岁的邓兄弟啊，就冒险踏出南都，来到马来西亚的州府州府，直落村无挂职，就找到一份工作卖宝。邓兄弟这人啊，老实、勤劳、做生意公道，而且拍话呢会入大话的风趣，所以好感情了。啊，当地的居民啊，拢非常喜欢伊，特别是马来古族听闽讲。一家大小拢好喜欢这个生来死正个后生兄，啊，喜欢甲伊做生理。这个听妹讲啊，非常疼好当兄弟，还是有着喜欢呢。喜欢到啊，伊通甲伊个表妹嫁去啊当兄弟，所以当兄弟啊，也跟潮州人叫做欢呼妹。当兄弟通过听妹讲的关系，成为了潮州一条支流的港主。啊，所谓的港主啊，就是独安顺爱。是只花巧到某一条河河边的土地顶卖个，去增加好少金币，获得了这一片土地的保护框。当兄弟到了三十外岁的时候啊，已经是一个拥有七条港的大港主啊。当年所谓的港主啊，是拥有好多的矿啊，比如硬钱开矿砍树，买卖红酒，开设赌场、深压革命等等，就等于是一个小诸侯、土皇帝。遐当兄弟除了那拥有七条港之外，还加着苏当作为后台，龙声是异常大。一八六八年，当兄弟就去求服苏当，封为了华侨领袖，受了执政的头衔。当兄弟经常来往新加坡，后来全家人还移居到新加坡来，所以到新加坡就建了这一座宏伟的潮州四大厝执政队。当兄弟对于年岁了老的时候呢，就登去了潮州。英国殖民地政府呢，就获得了这间厝的入矿。1902年，执政队变成了火车站站长的住所，之后呢，又经家火甲旧事公使用。新加坡政府到1947年，就趁此座华人古厝列为受保留建筑。遐最后一间大厝，就是写邮政的谷歌。建于1872年的大厝，位于新加坡河基的博中码头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堤河国会大厦的所在地。搭着写邮政甲写史家族，依然可以是咱人人拢会知。但是好多人呢，拢唔知写邮政背后的故事，因为实在是过于精彩，所以今日啊，那就先卖它。一会的时候呢，咱专门用一集的时间啦，来好好来拍一拍写邮政的故事。哦，也关于这四大厝的故事，今天就先讲到这个。最后呢，送给大家两个故事，来自唐太宗李世民的鬼谷特两首。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后啊，有一次出巡，就来到伊的出生地武功之别馆，之后啊，就唱出了两首诗，描述伊当时当游谷特的情景。在地消古醉，色秋发金花。直教持此地，四海虽未家。